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玩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现在要加上国立两个字，不加上国立两个字，同学会说会跟对岸的混在一起。然后我们是台湾的中山大学，然后好，我们这一讲呢要继续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要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在前天讲里面呢，有跟大家说什么是需求，需求量。什么是需求量？需求量呢是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在你去算一年、一个月或一天、每天平均愿意且能够购买的这个数量，这个需求量。那这个需求量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假设我们假设说了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只观察这个价格跟需求量的那个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反向的变动关系、那这个呢就叫做需求法则、通常我们也会把这个需求法则呢画出来、画出来。那这个就是负斜率的需求线。今天呢在这一讲呢我们要来继续讨论为何需求线是负斜率。在上一讲呢我们有提到说需求线是负斜率的理由之一呢是跟边际效用递减率有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谈这个需求线为什么是负斜率呢，是因为替代效果加上所得效果的关系、是因为替代效果加上所得效果的关系。什么叫做替代效果？替代效果是这个样子、一般来说在某一种商品、我们在市场上呢总是可以找到众多的替代品、比如像说我们今天讲说饭团、你早上吃的饭团，早上你吃饭团它有什么替代品、它有三明治、有什么，有汉堡、我们在哈马星这个地区呢、中央大学在哈马星嘛、哈马星这个地区有丹丹汉堡，然后丹丹汉堡早上就会开、他们可能卖汉堡或三明治、这个是什么饭团的替代品嘛，对不对？饭团、三明治、汉堡、那丹丹汉堡还有跟粥、摆在一起、广东粥、很奇妙。然后粥、那这些东西呢、你去购买饭团，你去购买一个商品的时候呢，市场上总是存在众多的替代产品。那这个替代产品呢、这个替代产品呢、因为有这个替代产品存在，所以当产品变便宜的时候呢、比方今天饭团降价了、饭团降价了，那它就会吸引到呢、本来要吃汉堡的，本来要吃三明治的，本来要吃广东粥的、跑来买饭团、跑来买饭团。那同样的呢，当饭团价格上涨的时候呢、这个消费者呢也会去买其他的替代品、这个就叫做替代效果、所以比方说我们之前都用高铁的例子啊、我们都用高铁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用高铁的例子来说啦、比方高铁跟台铁、我们这边用台铁、是有意义的、因为高铁当初在新建的时候，高铁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高铁新建的一定会打到台铁，所以大家就觉得高铁跟台铁一定是替代品。可是呢，高铁新建以后呢，运作到现在多年以来，台铁有没有倒？很像没有。那为什么呢？高铁跟台铁某种程度上是替代品，可是某种程度上呢，他们也不见得是替代品哦，他们也不见得是替代品哦，这个我们在后面呢我会继续讲、比如像高铁跑哪里，跑台北跟高雄，所以很显然对台铁的台北到高雄它会是替代品。可是呢台铁不是只营运这条路线啊，它还有什么，还有台北到宜兰，台北到宜兰、台北到花莲、高雄到屏东的这些路线呢、这些路线可能就不见得是替代品。可是如果我们专门看台北到高雄这条路线、高铁跟台铁呢就会是替代品、高铁跟台铁就会替代品啊。所以如果今天高铁涨价了，你就会造成同性质的 B 商品。什么是 B 商品？台铁高雄到台北这条路线呢，购买量就会增加、购买量就会增加、所以如果台高铁涨价了，很多有些坐高铁的人呢、就会移到台铁来啊，这个呢就叫做替代效果、这个就叫替代效果。所以你看我们说高铁涨价了、然后呢高铁需求量会下降，台铁需求量会上升，这个东西呢就叫做替代效果、这个东西就叫替代效果。那需求线呢，或需求法则呢，会有这个负斜率的价格上升的时候呢，购买意愿需求量会降低的这个理由呢，除了替代效果里面呢，除了替代效果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所得效果。也就是说呢，个人的收入呢，或所得呢，或者说消费者平均的收入呢，平均的所得呢，会影响一个商品的购买量，会影响一个商品的购买量，这个呢就叫做所得效果。可是我这边要强调，我这边谈所得的时候呢，讨论的是什么呢？我讨论的是实质所得、因为有实质所得，所以价格上升的时候呢、才会对你的所得造成影响嘛。我们讲的是实质所得哦。什么叫实质所得？实质所得就是代表是购买力，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呢，用数学式来表达就是你的名目的收入。比如像说你这个月呢、月收是3万块新台币、
哦，那实质所得呢，就是这个月收30,000块新台币呢，再除一个类似物价的东西，哦，物价东西表示你实质上的真正的财产的状况，或实质上真正的那个购买力，然后。这个东西呢，我要强调哈，因为经济学呢，哈，在讨论跨国的生活水准在比较的时候，通常我们谈的是实质所得啦，哈，这个非常重要哦，因为有些时候你在媒体上会看到一些奇怪的讨论，哦，说什么呢？说台湾人呢，哦，年轻人很可怜，然后台湾人呢很贫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月收入呢，哈，值新台币可能30,000块、40,000块，哦，这大学毕业生，哦，30,000块、40,000块而已。然后呢，会说你看美国或像日本哦，日本一个大学生哦，毕业生呢，平均收入呢可能值新台币哦，如果你把它换算过来哈、哦，他们可能日币是21万呐、啊、哈、哦，那换算过来可能6万7万的新台币，就说哇，你看台湾的大学生很可怜，比日本哦，比日本的这个收入减一半，可是真的是减一半吗？哦，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哦，我们当研究生每个月呢哦，就是。通过资格考，然后呢，哦，研究生会有奖学金，哦，那每个月呢，大概是值6万新台币，哦，那很多同学一听到这个时候就，哇，当研究生那么爽，一个月领新台币6万的钱，哦，这个比台湾的这个薪水还要高，可是6万块新台币的钱呢，哦，大概是美金2000呐，哦，美金2000呢，在当地呢，我那时候在波士顿念书，哦，在当地呢，其实是大概比贫穷水准高一点点呐，啊，为什么一个月6万块，怎么还是贫穷水准？因为你去看他们的那个物价嘛，你看他物价，比如像在台湾哦，我们在高雄中山大学这个叫这个地区呢叫哈马星，哈马星这个区域呢一碗炒饭多少钱？哦，我今天讲的炒饭是吃的啦，哦，不是你想的那个东西啦，哦，不是你想那个想歪的那个地方啦，哦啊，如果你没有想歪呢，那也没关系，表示你不是表示你比较笨啦，是表示你那个什么道德高尚、心地纯洁啦，哦，所以你没有想歪。好，炒饭哦，不要想歪，在我们这个地区呢。一碗炒饭多少钱？新台币大概60、70嘛，哦，60、70啊，可能有80的啦，哦，那有稍微贵一点的，哦，100，哦，稍微贵一点比较好吃的，100。那以前我们在美国呢，哦，我记得我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呢，哦，我们对面有开一个那个泰国餐厅，有在卖炒饭，大家猜猜看，一盘炒饭多少钱？哦，一盘炒饭美金8块钱，然后大概新台币240元。哦，所以你想想看，在台湾哦，一碗炒饭可能70块钱，然后在那边呢，一碗炒饭是200多块钱，物价是我们这边的3倍哦，物价是我们这边3倍，可是呢，薪水只我们这边2倍啦，哦，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一个月如果大学毕业生拿个3万4万，你可能还不是平均，你可能还不是在贫穷水准，哦，还不是在贫穷水准啊，你还有一段距离啦，哦，虽然也不会差太远了，可是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在美国一个月，如果你领2000块美金呢，你很有可能就是在贫穷水准附近，哦，我们在那边贫穷水准附近啊，哦，所以如果我们在跨国比较的时候，你就不能只比这个一个月领6万块台币，一个月领30,000块台币这种东西，你要去考虑当地的物价。那考虑当地的物价呢，哦，这个就叫做实质所得。我们要把你的名目的收入，哦，所谓的名目收入就是你名义上一个月拿3万块、4万块、5万块、6万块这个名目上的收入呢，去除以那个物价水准，这个才叫做实质所得啊。这个表示呢你真正的财务水准。哦，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某件东西，比如像高铁票，哦，它今天价格涨的时候呢，哦，其实不只是哦。不只是它价格涨本身，哦，不只是价格涨本身，这个价格涨价本身呢，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实质所得。实质所得是什么？我们刚刚有说过，名目的所得，一个月领3万、4万、5万之类的，再除一个类似物价的东西。所以，如果高铁票今天涨价了，物价涨了，表示哎，你的财富真正的实质上的财务的状况，财富的状况呢，哎，可能会改变。哦，所以物价涨的时候呢？哦，你能买的东西变少了，代表你变便宜了。实质所啊 ，sorry， 不是你变便宜，是你变贫穷了。你的实质所得可能会下降，那你实质所得下降，我们就说，哎，你的个人的收入会变动了。啊，变动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影响购买量。哦，啊，对高铁来说呢，应该是实质所得下降的时候，对高铁的需求量呢，应该会减少，然后应该会减少，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所得效果。当高铁的票价上涨的时候呢，哦。对这个消费者的实质所得呢，对一般消费者的实质所得来说呢，有可能受到影响哦。比如像一个月固定都要搭高铁一次两次的人哦，一次到两次的人，可能高铁涨价啊，对他来说，他觉得他变穷了一点。那他变穷了一点呢，他可能会减少怎么样？他在高铁上的购买量哦，他对高铁的这个需求量哦，对高铁需求量，这个呢就叫做所得效果。那我们说呢，为什么
这个会有这个负斜率的需求线，会有这个需求法则呢，就是替代效果加上所得效果的关系。那听完这个呢，你可能会觉得经济学家非常的无聊哦，这个需求线是负斜率，这个不是非常的直观、非常清楚吗？那这个替代效果跟所得效果听起来也非常的 boring 哦，很像一定是这个样子嘛？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强调这个东西？经济学家脱裤子放屁吗？哦，不是啦哦。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需求线是负斜率的？后面是来自于替代效果跟所得效果关系的。这个呢，对于将来哦，我们在后面几讲呢，在判断这个需求线的斜率，它是多倾斜，负斜率是多负，还是很平坦的吗？还是非常陡的呢？其实是有些帮助的。你要去了解为什么它是负斜率的需求线导致负斜率的理由是什么，你才可以判断进一步判断说这个负斜率是很强的、很陡的负斜率的曲线呢，还是很平坦的曲线？而很陡的呢，跟很平坦的这个在商业上呢，其实是有意义的哦。这个我们在后面的部分呢，我们会讲到。好，我是中山大学设计员，我们下次见。